了，我看看啊。插座。哎，就能提起来吗？解完了，拿大就倒了，因为你看这个地方还敢换呢，那就没嘛意思了，都压好了。啊，现在这个面啊，哎呀。是里边钉子了，这个绳路不必须拉锯，这锯不要求。左右手开工，哪个都行。干嘛？这就太不是木头圆。就说穿上了，这水撂下去的时候必须要小心，不说修修嘛。这个东西拿沙子一溜，拿锹一刮，你看，水儿嘛，刷子，把这坨把这坨滴出来，能刷刷它。我做这个活，我敢保证嘛呢？我敢保证，你看我现在啊，在这个地界几乎说就没有。因为啊，这个，这个活片儿对不对？这个东西片儿错了也不行，一下子就麻烦了。我做的活呀，对，现在这个地界啊。啊，稳稳当当都下去，对，完了之后上前一推，你看啊，这个，啊，这个东西看啊，进眼了，啊，不隐藏的，干学过摄影吧，中东。把我把木头片垫上它，对，木头片呢，我看看啊，我就把它刮了，看那片大不大，来，赶紧垫进去，上你擦看看有油吗？对，行。
看到吗？这个东西就是个正面，也不叫正面吧，没反没正。不没，要不我们抬过来搁这边，你再往那边来来。行，来，咱手过去，过去完了之后，把那个杆子卸了，咱上那边贴，贴完了要不我们找那边，咱照一遍就行了。完了，抬这俩框子啊，一二到了，我操，哎呦，够了轻了。